所以为什么对周杰伦要选一定要挨着他？喜欢他，音乐偶像算是，对，音乐偶像厉害。从音乐上面来说吧，我比较喜欢音乐偶像。OK， 好。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，爱能不能够永远，但却没有伤害。你靠着我的肩膀，你在我胸口睡着，像这样每当又唱着歌一直走。好，希望有机会，谢谢你们参加我的演唱会，谢谢。果然还是个好演员。好了，希望有机会在这个舞台上真的听到黄景瑜的歌声。